间再连可以吗？虽然还有十分钟了，但不行，我一定要讲，我一定要讲，这个是今天预定的。然后，西班牙姐姐，请问你这一对弟弟吗？西班牙公子出配信，请问你是腹黑吗？想弟别人吗？西班牙专业弟弟有什么秘密吗？西班牙是弟弟吗？西班牙，你对弟弟有什么看法呢？西班牙，你对弟弟有什么态度？西班牙，你介意弟弟吗？啊，哎，有人来了。有人敲门啊！强行把室友征信。然后呢，那个是这样的，我有一个朋友啊，他今天好像也在现场的样子，不过他好像不知道我是谁。他知道吗？他有可能悄悄知道，希望他不知道。然后呢，我的想法是这样的，就是他告诉了我一个理论，他说呀，那个其实我觉得呀。弟弟啊，就是会带来世界和平，因为单推才会造成就是我喜欢这个，我喜欢那个，然后大家就开始说我觉得这个最棒，我觉得那个最棒，你个笨蛋，然后这个样子，然后翻他，然后呢，但他就跟我说，我觉得弟弟会带来世界和平啊，因为大家所有人打了都我 daisuki 的话，大家打了都我 daisuki 的话，这个样子，大家所有人都喜欢，所以就不会出现什么。战争啊，也不会打嘴巴仗啊之类的吧，我觉得很有道理哦，所以就是没关系，大家尽管弟吧，弟弟才是世界和平，弟弟才是正道，请大家就大家打来都不带 ski， 反正可爱的女孩子都喜欢嘛，可爱的男孩子也都喜欢嘛，那为什么就是啊？不过也恳请大家，就是有空的时候记得来看看我就行了。还是要看的哟，还是要看的哟。弟弟其他的女人的时候，也要弟弟一下我咯，要雨露均沾，知道吧？